这次的营队最大的特色是希望能够培养人文老师，不管在社会教育或者是人文学校或者是特殊学校。一杯茶，一朵花带来的感动人人不同。去年刚遭遇丧子之痛的孙景莲与花朵对话疗伤，我感受到就是说慈禧给我满满的爱，然后我想做的就是说我把这种满满的爱从营队里面得到的这些力量，我希望说从我自己开始去走出去，然后让所有接触到我的人也感受到说这个爱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。2018全美社会教育人文研习营四天课程，茶汤花语里融合了慈济近似家风。而为了营队顺利圆满，北加州志工总动员，场部别具巧思，乡基志工也把食午餐做得餐餐可口多变化，交通接送和住宿安担面面俱到。营队不止茶和花的馨香，人的暖意更动容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道。